现年31岁的韩国男团 JYJ 成员朴有天5月15日被曝跟著名企业后人兼知名博主黄和娜分手，同一天经纪公司确认两人的分讯，令朴有天的粉丝欣喜若狂。不过朴有天跟黄和娜传出绯闻，到两人传出可信度相当高的婚讯，两人之间的关系可谓扑朔迷离。表朴有天的事务所一直以耍太极的方式回应媒体查询，称一言四事不方便透露，倒是黄和娜就从不怕向外界敞开心扉，不时透过社交账号陈述自己的心情。之前她跟朴有天也有传过分手，不过她就以私讯回复网友说报道事实。由于这次的分讯是朴有天公司证实的，因此大家100%相信朴有天跟黄和娜已经分手。不过一天过后，黄和娜再次透过社交账号否认分手，说自己现在好幸福，更叫大家不要相信有关的报道，跟朴有天经纪公司完全对着干。那经纪公司的话，我们还该不该信呢？搜狐视频韩流第一线综合报道。